勤洗手、戴口罩、保持社交距离。另外的话，我们现在也县政府有一个振兴方案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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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那也欢迎大家多消费满500块钱以上，你把你的收据发票来上传哦，我们一样可以有这个摸彩的机会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变变嘴。最后再谢谢，今天你喜欢林振国小的喜事，也是我们秀水乡的大喜事哈、这个共同咱这个林振国小历届的校长以及我们卢校长哈，当然在家庭会也120年来也奋斗哈，终于我们的这个活动中心可以在今天来这个动土哈。这也是我们乡民以及我们这个所有的乡民来五人的哈，今天终于可以动土哈。也感谢就我们立委哈，在我们中央来争取经费，尤其是我们县政府，我们3500万的这个电影配合款，以及我们这个中央的3500万的这个配合这个补助款哈，会当顺利来给动土哈。希望嘛，咱这个我们以后我们校长可以来定一个租借办法，卖光金卖金啊，有一个活动空间，在良好的活动空间之下，也可以让我们乡民有一个租借的办法可以出来。咱所有起码这个活动中心，是我们秀水乡哈，也占地400几坪，嘛是咱秀水乡上大间的这个活动中心，嘛希望乡民也当租借办法可以来租借啊，日后一些活动也可以在这边来举办哈。应该这样，就让今天这党斗也让圆满顺利，时间过一点也让圆满的哈。一位贵宾身体健康、平安如意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这是民政国小这个活动中心哦，动土的日子哦。那民政国小从民国52年建校到现在，谢谢校长及历任的这个校长老师们的一个用心哦，可以说为我们栽培了非常多的好人才。那这个活动中心历任的校长也这个招总20多年，特别要谢谢中央也在这次拨了这个3500万，彰化县政府也自己有一半3500万一起来促成了这个的活动中心。那这个活动中心是1层楼，那它的高度到17.5公尺。那另外呢，它的这个总面积是1350点多的平方公尺哦。那我想它的设计是非常的新颖的，可以从我们的这个落地窗看到外面的一个这个景色哦。我相信未来孩子们在这边，第一个运动过程中通风会很良好，再来呢有一个这个好的一个这个环境，我相信未来不论是体育或者跟社区方面各方面的连结一定会更好。